哎，我也爱你。那男的跟着起什么哄？谢谢，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口吐莲花》。对，一段传统的相声。嗯，实话实说啊。啊，这个相声我也会。啊，哎喂喂，这，我不会。我那里头没有苍井空。啊，这行了，这打也受不了。是不是？嗯。传统的节目口吐莲花，嗯，实话实说，别看这个我们行话管叫打哏，是这样的节目呢并不好演，是看这个捧哏的认不认、啊、二位呢说的不错，挺好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。嗯，先做一个介绍。嗯，我叫岳云鹏，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。客气了。沉痛的隆重沉痛隆重您说清楚，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。嗯，于谦。啊，是我，于老师。客气。很多朋友比较纳闷，说我的搭档应该是孙越。对呀。今天孙老师干什么去了呢？嗯，我给大伙解释一下。哦，孙老师的媳妇儿生孩子了。真的，他还能生孩子呢？不是不是，他这个岁数是是是真的啊。你嗨，这事儿其实有蹊跷。这个啊，什么的呢？不是，孙老师的媳妇儿给孙老师生了一个弟弟。我说没他什么事儿吧？没听说过，别瞎说。咱就不提了，好吗？不提可以、啊哎。反正正在家哭呢。啊，这个、那还是生一弟弟。反正有事儿，今天来不了。就说有事儿、临时我们两个人搭档给您说一段。哎，其实呢，我非常的喜欢跟于老师在一起说相声。我们挺好的，捧哏巨匠。不敢当。你看啊，嗯，很多这个逗哏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大伙儿耳熟能详，是都能记得住。嗯，你看我师爷啊，侯耀文，侯先生，大伙儿记得住。对，哎，他那个捧哏的叫什么来、嗯？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怎么没有人提起？不，没听说过。报名的时候就一块儿出来，侯月文、石富宽，叫什么？石富宽，石富，对，哦，他叫石富宽呐。你以为呢？我没有以为，我不知道，根本就怎么能不知道这俩搭档、啊、哎，搭档、啊、你看很少有人记得啊。马三立是大伙都知道吧？嗯，这个相声泰斗、啊、那是也说过很多这个对口相声。是啊，捧哏的大伙很少有人知道啊。那经常换。对，年轻的时候跟这个赵佩茹。对了，是不是大家呀？后来岁数大了以后跟这个叫王凤山。是是是，在一起说相声。对，捧哏的很少有人知道。嗯，但是于老师、郭德纲、于谦，嗯，顺嘴就说出来了啊，大伙儿捧捧哏巨匠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人也非常的谦虚。哦，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。是，这家里有钱呢啊，他不指着这个。真的。嗯，富六代，各位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再等会儿。别说了。我听说富二代，我怎么富六代？就是富六代吗？那我还倒得上根儿去吗？我这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啊，富贵无三辈，对，清官不到头，是就三辈儿，一般呢就富到三辈啊，到了第三辈人就挥霍，就不在乎钱了，就完了，就败家了。哎，到他这儿啊，依然不败家，你看多奇怪啊！什么叫多奇怪呀、啊？不败家，这我们都不败家就完了，富了六代还富着呢。哎，对了、啊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。我爸爸，哎，郭老爷子，就那个老头 你先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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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嘿，特别棒，还行，别棒了，别捧了，你呀、啊，跟你师傅学点好，行吗？我怎么净赶上你们这样的了？我爸爸会姓郭，还姓郭，你瞧们，怎么还郭老爷子呀？我哎呀，啊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？甭考虑了，就是说错了。姓什么？也得姓于。姓于啊？巧合啊？不是，不是巧合。子承父姓。行，于老爷子，嗯，有钱，嗯，在通县、嗯，北京的通县啊，啊，郊区有一个外号叫大菜猪啊，猪，大菜猪，大菜猪嘛，有钱。那叫什么外号？大菜猪，有钱。我没听说过，有钱的不叫菜猪，那叫财主。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你这对不起，哎呀，我啊，最近我回了趟老家，这个嘴有问题了，啊、可能是啊，你别说地方话。财主，哎，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？你爸爸刚征啊，是怎么着？
什么叫财主啊？财主吗？别咬言杂字的，就是个大财主。大财主啊，有钱。嗯，人家那个房子啊，啊，值得一提。那有什么可说的？就那个院子，嗯，占地，嗯，960万平方公里。哎，吓人不吓人？哎，太吓人了！这就咱这些人全住人家里。哎，对，这国家都是我的了，是吗？赶紧把房产证啊，啊，撕了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太大了，太大了哈，过了。这么说啊，啊，院子当中，嗯，两趟高速公路，光我们家院子就有两趟高速啊。好家伙，自己办 ETC 啊，自己跟自己还刷哪跟哪？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有用，两趟高速公路，啊，哦，其中有一趟叫做富宝高速。富宝高速从哪儿到哪儿啊？就是你父亲到保姆那屋。哎嗨，你先等，等等等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我爸爸这是走惯了腿了，是怎么？他上保姆那儿老这么修趟高速干嘛？要不办 ETC 吗？我爸爸这洗钱来了，跟着。给保姆洗钱了，跟着啊，哦，可以给他刷呢。还有一趟叫妈厨高速，妈厨就是你妈到厨子那屋有。哎，这好，他们老两口愣没有路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父母高速不像话啊，那这才不像话呢，就是有钱。嗯，还有人家那个马桶啊，值得一提，这又有什么说呢？纯金打造，嚯，48K金呐，48K金，比24K还要好一倍。48K 啊，纯纯的纯金。哦，48K金呢？啊，拉屎看不出来啊。你多吃点血豆腐，你这个特别黄，特别黄啊！我们也吃金子拉金子。马桶圈，各位，马桶圈啊，镶钻石。马桶圈都钻石，尖朝上啊，血淋淋的马桶，哎呦，哎呀。太残忍了，这个就是有钱。哎呀，太残忍了，就是了不起，嗯，啊！他父亲人长得也精神啊，那是漂亮，人高马大。对，他不随他父亲啊，嗯，他随街坊。哎，去，这个人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要是随了街坊就，就别说了，人有随街坊的吗？啊，生什么气呀？我不随父亲，我随街坊，随你母亲呢？这就对了呀，你母亲叫街坊啊。这是人名字吗？这个王街坊啊，还王街坊，小名叫邻居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我姥姥姥爷太不会起名字了。这王街坊啊，啊啊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 啊，有钱就喜欢挥霍，啊，有钱就造呗，造，嗯，去那个城里头玩，哦，去吃饭，好家伙，啊，吃饭，去吃饭，去吃饭啊，大饭大饭馆。咋这么别扭着？大饭馆啊，去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。各位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个一般人吃不起 啊。是啊，去那儿禽类就都能吃到了，是吗？啊？什么叫禽类啊？去烤全聚德烤鸡店吃烧鹅，这像话吗？还有鸽子呢？啊，这嗨，一个正经的都没有了。什么什么？全聚德烤鸭店。全聚德烤鸭店。嗯，对，往那一坐。喊服务员跟咱老百姓都不一样，那有什么区别？老百姓往那一坐，服务员，啊嗯，过来我点下菜，这很正常，都这样。嗯，他父亲不一样，他呢有粪啊，他吃的是这个吗？嗯，有粪干嘛？有派头。哎，说这个，服务员，嚯，过来，快点，哎呦，快点，嗯，自杀了啊！哎啊！气性太大了吧，这个有脾气啊，有脾气自杀呀，把服务员吓坏了啊。哎呦，先生先生啊，这不，这给您刀。哎，刀非死那儿不可，死着就完了。没听说过。废话啊，点菜。哎，先生，这是我们菜单，这看看，你可以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看一看，随便点一点。贫不贫的这服务员都有什么呀？啊，就看呗，啊。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，是什么都有，哦，特别的齐全。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碎嘴子，那位。大饭馆。对，什么都有哈。是是是。好嘞。啊。蒸一个骆驼。哎啊，蒸骆驼。不要切啊，生蒸好吗？嘿哈，没那么大锅。先生，我们这儿不行，这太大了，这点不了。啊，
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？我还较劲，费什么话呀跟我这儿啊？这不能赖我，那这怨您。怎么呢？有这些要这个骆驼的吗？还争一个？就是不合适。嗯啊，再说了，您是大老板，我们是服务员，您跟我们较什么劲呢？说的对，我们也不容易，你看领班经理都看着我呢。嗯，我不给您伺候好了，我们不合适，是不是？真会说，真是有您这样的不是不要脸吗？是不是？哎啊，这骂上了，谁不要脸啊？你说我不要脸？这得急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嗨，行了行了，这别跟人对付了，这真不要脸是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哪儿就跟这儿开玩笑啊？点吧。啊啊，骆驼没有哈？没有。来一个松花蛋。哎，好。啊，齐了。哎，这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，要落的变松花蛋了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松花蛋上来了，吃吧。哎，吃完了松花蛋，啊，把姜汁一扔，哎，走了。把什么一扔？姜汁啊。姜汁还惦记喝了，你不扔是？没要，没有打包。啊，哎，那打什么包啊？走了。啊，回去还有螃蟹是怎么的？玩去了。啊，去那个歌厅舞厅歌舞厅。说半天是一个地方，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。怎么在那儿认识的？这怎么了？在那儿，我妈干嘛在那儿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怎么叫正常？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呀。那倒是啊。是不是啊？这歌舞厅叫富贵人家啊。那儿的小姐似的。你想好了再说成吗？啊，那儿富贵人家那歌厅的小姐。啊，哎呀，不是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有钱人家的姑娘，这就对了，也上那儿玩去了啊，在那儿两个人认识了，碰上的，跳上舞了，哦，还跳舞呢，哎，边跳舞边聊天，嗯，哎呀，姑娘，嗯，您这个腰真细啊，嘿，脖子，哎啊，往下捋捋吧，姑娘，太矮了，这个真可爱啊，走，回家跟哥哥结婚。什么叫结婚呢？领家结婚去了。好，俩流氓这是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亏得你想。按说呀，嗯，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。是。其实不然。不美满吗？再幸福再美满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有什么事情伤心？他父亲啊没有儿子。对。你先等。您说。别说了别说了。这事你搁谁心里谁。不行，谁不别扭。这别说了。你别扭我比你别扭知道吗？你还别扭啊，我爸爸没儿子啊，那我打哪儿来的呀？啊，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谁看你？我的天哪，什么差点破案呢？快去，没有你什么事，这里头我就问你这事儿。我爸爸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看你老看我。我问你呢，我不看你。啥？邻居帮忙。这谁说的？他说的，邻居帮忙。咱厚道点行不行？咱把这事儿弄清楚了，您说的不对。哎呀，不对啊！啊，我昨天晚上想这事儿来的，怎么？你啊，街坊。街坊不对，街坊是他妈，街坊。去。我明白了。就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这不是都废话吗？这怎么叫废话呢？没有儿子之前可不是没儿子吗？他们家呀，啊，人少，啊，特别是你这辈人少，哦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你父亲多，嗯，你父亲多，你父亲有多的吗？就一个。你父亲这辈人多，你把他说清楚了。咱算一算啊，啊，捋一捋，是，你有一个大爷。对, 对, 对，有，你看啊，嗯，你大爷，嗯，是吧，嗯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这说话带骂街的可不成，骂街，看谁骂街呀？你先说的，说一个就完了。你大爷啊啊，你还有一个三叔，对，你还有一个二大爷，嗯，你看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这叫什么呀？千顷地一棵苗啊，各位，你等会儿，不容易，没算清楚，我有一大爷。啊，我还有一三叔啊，我还有一二大爷啊，我爸爸呢？这老哥仨里没我爸爸呀？这个怎么丢了呢？怎么？什么叫丢了呀？你没给算进去呀？这个不能啊，老哥仨嘛，老哥仨，我爸爸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
不是这在这儿找什么呀？废话，你算。我跟你说相声，我都累得慌。这对我们家都累得慌。你有一大爷。是啊。你还有一三叔。是有。你有二大爷。那不叫二大爷，那就是我爸爸。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？那你管你妈叫三婶吗？去。没有，你给我都弄乱了。别人管他叫二大爷，他行二。哦、对，我记得你父亲行二啊，你父亲二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你爸爸才二呢。你看啊，你大爷，没儿没女，是，对不对？你三叔不孕不育，哎，我三叔顶多不育，知道吗？那谁不孕呢？啊，你大娘，这都挨着吗？这都。我记得你大娘，你大娘去过新兴医院，知道吗？后来去那个前海医院，人给退回来了。你倒都知道是吗？前海医院治前列腺，你大娘没有？废话，前海医院就治前列腺呀、啊？我大娘能有前列腺吗？就是、啊。别胡说，别说这，就说没儿没女就完了。没儿没女啊，反正到他这儿就他自己啊，千顷地一棵苗。是。没他之前，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。没人了，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您瞧我爸爸看这书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怎么？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。哦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哎，这就只能看画了。看人家西门大官人，怎么了？是一个淫棍。嗨。他也有后代子孙，是，看我于叉叉，哎，于叉叉，某某啊，某某说某某、啊，看我于某某啊，我也是一个淫棍呢。谁说的？有这么说自个儿的吗？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哪怕来个姑娘啊，也是，最次，来个京巴啊，啊，狗啊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说着话，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哭了，哭叉是哭了。哭叉着是拉了，知道吗？哭有哭叉哭叉的吗？哗，哭了啊，尿了，滋啊，滋的挺远。反正哭了，哭了没声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这可以。吧嗒吧嗒掉眼泪了啊！你父亲这正尿，这正哭着呢，还是尿着呢，哭着呢。嗯、小丫鬟从这儿路过啊，扒窗户一瞧，哟，这老不死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什么话这叫？丫鬟有这么说话的？内心活动啊，别说出来。这老员外怎么了？这是，嗯，怎么还尿？怎么还哭上了？啊、非是尿的，是怎么着？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还内宅？小丫鬟一溜小跑，嗯，这个忙叨劲儿的，来到了内宅啊，扒窗户一瞧，嗯，他母亲也在那儿伤心难过呢。他也难过，手里拿着一本儿。他们怎么知道？哎，谁真拿着呢？看的是一本书是吗？金瓶梅啊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哟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换了一本插图版的，换了一张盘下来，看视频了。好家伙，哪都不过瘾，感觉。看人家潘金莲啊，是一个荡妇，嗯，他也有后代子孙，他有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没有，你说他干嘛？看我某某王街坊，差点忘了，现编的呀，王街坊。嗯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嗯，哪怕来个姑娘啊，是最次来个京巴也得来个吉娃娃呀。哎，好，越要越小这个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啊，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花。他们没蹲在一块儿吧？吧嗒吧嗒掉眼泪了。是。你母亲正哭着呢，啊，小丫鬟赶紧过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我夫人，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嗯，后院书房，老爷也在那哭呢。哎呦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嗯，咋？干嘛要唱啊？是怎么？喊上四个丫鬟啊，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哎，好嘛，冒着烟就去了这几位。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怎么还扛着呀？没腿。哎，没腿。等会儿吧，我妈哭哧是怎么着？扛着过去。我说你妈是哭哧了吗？那怎么就没腿啊？有一条真腿啊，来到了后院。还一条假腿是吗？不是，前面那俩是真的啊，后边俩假的。我妈四条腿啊，
不是啊，后边那俩有可能也是真的啊，全是真的都不像话啊。人有四条腿的吗？几条腿？两条腿都是真的，两条真腿啊，两条假腿。不是，搀着你母亲啊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对，进去一瞧，你父亲正挠墙呢。啊，干嘛？狗啊，是怎么着？难过呀！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？苍天呐！哎呀，难过呢。嗯，你母亲赶紧过去。哦，得劝劝呢。是得劝。我说老员外，嗯，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你瞧。我说鹌鹑呐。嗯，鹌鹑呐。等会儿吧，鹌鹑干嘛要掐架呀？是的，鞍人，鞍人，鞍人。我说鞍人呐，嗯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存款呢？是怎么着？我妈打银行里取出来的，是怎么？不是取过门来？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？啊，四百余年了吧？好家伙，老妖精，十四五年了吧？这就对了。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哦，没有。养下一女了否？嗯，否。哎嗨，就别这么美了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啊啊，赖我吗？赖你们老孙家，赖你们老于家。哎呀，你们缺德不要脸，我去你的吧！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等会儿吧。干嘛？我们家卖泡馍的是怎么着？他这还老孙家什么事的？哪儿的事情这是？不是在你不是谁说要退票？说老孙家习惯了，不是？那也不退票啊！再有一说哪都没关系啊！啊，这不像话，在这儿干嘛？俩人站山头上这说话。干嘛还给踹山下去了？是怎么？不是不是、啊、你父亲一着急呀、啊，蹦桌子上了，上桌子了。你母亲一生气躺地上了。这什么毛病？这是，其实光打架还是没有用的啊。但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。对，转过天来两个人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。好，就这么一宿就过来了。就是去拴娃娃。是，跟大伙儿讲解一下啊，什么是拴娃娃。哎呦嗨，拴娃娃呀、啊、旧社会的一封建迷信。没错。哎，比如说这小两口没孩子，嗯，哎，就迷信说啊，到庙里头，到娘娘庙拿一根红绳拴个泥娃娃回来，仿佛就给带子回来了。对了，这都是迷信，回来就怀孕了。对呀、啊、这是封建迷信。是，他母亲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。是，去过峨眉山。去过。去过五台山。为我。去过普陀山。为我。去过花果山。哎，为猴。那是为什么猴啊？花果山干嘛呀？京西妙峰山。对，京西妙峰山是四月二十八的庙会。对，他母亲三月底就开始捯饬。干嘛那么早啊？为了抢烧头一炷香。哎呦，虔诚。由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、啊、好，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啊。他母亲开始挑。这挑衣服。嗯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红色我喜欢。夫人是这件吗？是的。还没长个呢，这位怎么还这么矮呀、啊、平视平视啊，平视。这个好，我喜欢穿这个红色、嗯啊、哼啊，这儿脱呀，等会儿换衣服，这儿当着人就家奴员工。你母亲也说了啊，家奴员工都转过去，这就行了，都转过去。哎，我上头了换去。哎，非追着，是非追着让人瞧是吗？上屋里换去。就得屋里头。上屋里换好了衣服啊，开始洗脚。哦，过去的女人呢都裹脚。是，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啊，洗脚。洗，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，怎么那么脏啊？再洗脸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干嘛脸白染染是怎么着、啊、先洗脸。先洗脸再洗脚，这就对了。然后漱口。哎，这嗨，全乱了您这个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嗯，梳洗大便完毕以后。大便完毕啊，说的还挺细致。梳洗打扮完毕以后，哎，准备出门。嗯，门口啊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。大马车。什么叫大马车知道吗？您说。前面一大马，后边一车、嗯、哎，全是废话，全是废话。关键上面有一棚子呀，那叫大二车。大二车。对，车夫一撩帘，他母亲过来了、嗯、啊，他母亲准备练一练。还练一练？小时候练过武术。哦，有身手。哎，他母亲垫不灵腰，蹭哎，上去了。好，走吧，走。不到三分钟啊，又回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他母亲窜过了。窜过了是？人没在车上。
从那从那边出去了，没掉车上，合着啊，再来一回，再穿，嗯，蹭蹭都没掉上。简短截说啊，四个钟头过去了，嚯，他母亲一失身上去了，一失身上去，那一失手掉车上了，掉车上了，好，失手掉车上了，哎，走吧，嗯，不到十分钟，嗯，到了，到了京西妙峰山穿四个钟头，十分钟就走到了，有这功夫溜达过去了都，这窜都窜过去了，没有身份啊。啊，非这么窜才有身份呢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，啊，依着他母亲的意思，要拜山，拜山是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显着虔诚，特别的虔诚。啊，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，拦着。您琢磨呀，嗯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人得成什么模样呢？真是，小丫鬟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啊，这关系好。什么叫贴身丫鬟呢？嗯，就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嗯，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贴身的吗，一个被窝睡觉。对，小丫鬟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夫人呐，夫人，咱找一个二人。这是小丫鬟吗？这个，这就是我爸爸。这个，不是啊，他嗓门稍微有点粗，再细点吧，再细点啊。夫人呐，夫人，嗯，咱找一个二人台怎么样啊？二人台，抬到山顶上，你说呢？还捋胡子呢是吗？这捋胡子这声这小辫儿啊，小辫儿这么捋啊？啊，没听着小辫这么捋，哎，捋小辫，哎哎，找了一个二人台啊，又叫滑杆，是，抬到山顶上，嗯，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，敬山。什么叫敬山？闲杂人等全都闪开，哦，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。这可太厉害了，光有钱还不行啊，还得有势力。对，大伙儿得听他的呀，啊，得服管呢。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，说什么？闲人闪开，哎，我要净身。唰，净身呐，不是净山吗？我说的是，您说净身。哎呀，我有口音，可能是。您怎么单这时候有口音呢？你闲人闪开，啊，我要净山身。哎，好，非搭上自个儿啊。怎么还一啊呀，就显得有些疼痛感。哎，这嗨，还是净身。那个闲杂人等全都闪开了啊，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真好。还有一个老和尚。哎啊，老和尚没有啊，老和尚出去旁边他得念经啊。啊，我爸爸干嘛去了？你爸爸不会，你爸爸害怕呀。他做什么亏心事了？他害怕？他不会念经啊！啊，就非老和尚。哎，老和尚念经，嗯，我给您学学老和尚念经。哎，好啊，求子经。好好好，今儿各位来着了啊，嗯，我轻易不念啊，来吧，学一学。他是不是听懂了？这嗨，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？那小孩是不是求来的？您这玩意儿谁能听得懂啊？您就念吧。啊，听懂的人越来越多了哈。道场正就正气将成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檀香烛香声好，苦海滔滔逆子招，为人不行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这是求子经吗？这是是是，还搭什么茬儿啊？远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内不回归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这是求子经吗？这个啊，咱前面就不说了，要是求子经，这欧耶是怎么回事？梵文。哎，对，这叫梵文，就是求子的意思。梵文欧耶。哎，对对对，头一天来在鬼门关，
欧耶，哎呀，嗯，跳着蛋，我牵着马，这不是求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，这是。求子经跟取经，他现在取经啊！啊，就别废话，就不要这个，就念求子经嘛。啊，求子经啊！哎，旁边老和尚念经啊，他母亲往这一跪，嗯，烧香祷告。哦，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。哎，你妈才叫缺德呢！野门鸡是在下。野鸡呀，啊！傻门旦是在下。去你的吧，没听说过。某门某事什么什么？啊，鱼门某事。王氏王街坊嘛。哎嗨。哎，他老记着这个，差点忘了。好，鱼门王氏在下，啊，活不辞是。希望老娘娘乐什么呀你？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，嗯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嗯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哦，当当，我妈脑袋石皱的是怎么着啊？老和尚旁边敲磬呢。你说清楚了行不行？他母亲站起身来，啊，又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要拴，准备拴娃娃，就是这个。我妈打新疆马队下来的，这是要套马，这是。抬头一看，怎么着？老娘娘怀抱一个，拴他不好。为什么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没那个命。哎呦。低头一瞧，嗯，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不好啊，淘气不好养活，那怎么办？再找吧，啊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嗯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，都谁呀？你、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我跟仨死鬼呀，啊，炸金花呢，啊，还玩呢，啊，还玩牌呢，啊，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，哎呦，把你抱起来，这是我的娃娃，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我喜欢他，嗯，把你抱家去了。好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，你母亲怀孕了，你瞧瞧，不服行吗？真的不服行吗？是啊，老和尚多灵啊，啊，老和尚非常感谢各位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拴娃娃，嗯，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老的 很多相声演员都演过这个作品，嗯，也是一段很积极向上的作品啊，那个这倒没怎么听出来，嗯，这样的作品呢其实也并不多见，是拴娃娃传统的节目，好听也不好听您各位担待着听，海涵反正票已经买了，嗯，嗨，不退票了吗？是啊，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什么宗旨？这是想怎样都行，就是不退票，嗯，啊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这叫翻场。对，我一般跟孙老师喜欢跟大伙儿共同的聊一聊，说说话。您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？我们今年的演出安排呀，就各种，您可以随便问。嗯，以前孙老师在的时候，可以问孙老师身高体重什么的。嗯，当然今天也可以问 啊，因为他没在。啊，嗨。我们可以随便说，哎，对，你可以举手问，聊一聊今年的演出安排，嗯，没有人问吗？啊，您可以举手，哦，只要您敢举手，啊，怎么着，我就给您轰出去。哎呀，那还问什么劲呢？可以随便问，嗯，啊，我天哪，这么尴尬吗？嗯，你打算让人问什么？五环之歌，五环之歌，五环之歌，快！不是，大哥，这歌我没听过啊，我只听过领悟，没有听过多么痛的领悟，多么痛的领悟，我听着多么痛的礼物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给什么礼物了？这歌我，懂得还真多。嗯，于老师唱一个，这个因为不太合适。嗯，因为这个捧哏的一唱啊。嗯，比如说我们俩这一场节目1000块钱，就是捧哏那一唱他就拿走一多半，嗯，所以说呢就不能让他唱，分赃不均，哎，对了对了，点别的可以随便说啊，啊，比如说孙老师的体重什么的，没完了，哎，孙老师的体重其实我的体重啊，我体啊，北展的专场，你买票了吗？啊，听完了再买，嗯，不行，买完再停，哎，北展呢其实3月8号，嗯，妇女节这一天我在北展有一个相声专场，
啊，你提醒我了，我正好做一广告。嗯，这个啊，妇女节谁说父亲节了？谁说父亲？他说父亲节。妇女免门票吗？嗯，你疯了。你可以不来啊。我们就指着妇女过日子呢。啊，他有时间他就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派一帮妇女去。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有没有新作品？其实啊，在这个大剧场演这个，吓我一跳，你干嘛这么喊？在大剧场演这个新作品对观众来说并不公平啊，因为新作品必须要在这个小剧场打磨一段时间，嗯，才能够拿到大舞台去演，这叫试水。哎，因为这个大剧场去演这个新作品的话，如果说有瑕疵，如果说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要喊退票，我们真没辙。哎，这个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尽量避免退票这个小剧场，这个情况。小剧场我们可以愣不退，哎，大剧场不行，知道吗？嗯，真的是对大伙儿并不太负责任。嗯，我们争取会有新作品出现。嗯，今年我已经想好了啊，有这个新作品。是啊，希望大伙儿拭目以待。嗯，我们静静的等待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演小品，我是相声演员。自打初一以后到现在，我收礼物收到了已经6个铁锤了。我真后悔，应该在春晚上给我女朋友起名字，叫什么钻石啊，叫什么翡翠，这好听点的名字哈。啊，这拉空了啊，点痦子。嗯，牙拔了，痦子没点。嗯，啊，3月15号什么日子？打假的那日子呗。嗯，郭老师什么日子？北展呢？我是3月15号北展呢。我天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3月8号，他15号，这不抢我生意吗？这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？凭什么？他15号啊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没我。他不看我，怎么会有我呢？不会有你了。谢，这个我们不太清楚，这个一般都是提前1-2个礼拜才开始分布这个节目单。嗯，现在还不清楚哪天演什么。嗯，谢谢大伙儿，咱这个就不聊了，因为没有一个正经人啊。给大伙儿说一个吧，说一个什么呢？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。哦，说点谁的事儿呢？嗯，说点，也就是我了，你这，郭老师啊。嗯。他不敢，不是？怎么不敢？怎么不敢？真敢！真不敢。行，说一个我师傅的事儿。好啊。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我师傅跟于老师这些年呢，从2005年开始，所谓的就是火了以后，嗯，一直到现在已经8-9年的时间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出去卖去也挣了点钱。谁卖去了？谁卖去了？卖艺说相声。我们哥俩合作，你说我知道的事儿。好好好，你别让说我不知道的事儿。这样的演员最坏，差点给我带沟里。这个谁给谁带沟里？真事儿，出去卖艺说相声，挣了点钱。嗯，分别也都买了房了。嗯，在一个小区买的房子。是住邻居。住邻居。嗯，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。是。啊，王嫂、李嫂啊，请了保姆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。啊，碰上。啊，什么遛狗啊、买菜，经常能够碰见。那楼下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。嗯。他的保姆先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大姐。嗯。大姐，你可不知道。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是太太，是太太，就说明他媳妇事儿多，经常吩咐人家干这个，要求人家干那个。嗯，人家只能说是太太，是太太。老说这。我师父的保姆说了，嗯，你算什么呀？啊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不，先生。不。不，先生。哎，行了，就不要加语气了。真事儿，真事儿。啊，好好，我喜欢听，甭管真的假的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是，嗯，要不是惹祸。这个，说点我自己的事儿吧。嗯，
其实我这些年的出去卖艺说相声也挣了点钱，嗯，真的，我没有买房啊，那房子咱买不起，嗯，买车了，哎，对了，买车，哎，这个今天的限号我就没开，嗯，知道吗？我车挺好的，是吗？你才九手奥拓呢，哎，九手奥拓，什么观众这都是？我的车挺好的，什么车？得了，这个不聊了是怎么着？你管着吗？不是你说到车了吗？您的大 QQ 开着，我说什么了？是不是？我没问你我呀，你说你呀，啊，这不是？我啊，永久，我那车今天自行车啊，限号知道吗？那还有什么号啊？那个反正没开，没开，没开，没灯那是。谁说的？我车有灯啊，有灯，灯起来呢，前面那个有一灯特别亮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还是自行车吗？不是，永久。嗯，永久卖了，抛弃了，那买汽车，哎，换汽车了啊，吉普，啊，那不错，吉普啊，啊，好牌子，是吗？听说过吗？吉普啊，吉普知道，哎，啊，勾俄俄坡那个什么乱七八，你到底说拼音说英文呢？这里，勾俄俄坡吉普吗？啊，你就说吉普，大伙儿都知道了。三驱，我这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拉不了多少货吧，三驱电动三轮车。我说电动三轮了吗？废话，汽车有三驱的吗？怎么不能？怎么不能？怎么能？你说说。一般都是几驱？一般四驱，两驱。两驱？对啊，有四驱有两驱。是啊，我那就是三驱。那轱辘找谁去？前面那俩转啊，那个备胎它也转。还是自行车？自行车后边你骑着背一备胎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就是两驱，两驱就完了。吉普啊，我们家住的稍微的远一点。哦，住昌平，嗯，回龙观那儿是，中间有一段高速。嗯，今天我就是开车，本来我开着车呢。嗯，上高速，谁成想在高速上出了点事儿。怎么了？别笑话我啊！你说，出了点事儿，着了。什么着了？车着了。汽车着火了。自燃呐。哎呦哎呦，我心想怎么回事啊。啊，后来我才明白怎么回事。没松手刹，太喇呼了，弄滑滑着了。你瞧瞧，反正有保险，怕什么呢？哦，我从车上下来，嗯，翻高速坐公交车上来，来给大伙演出。太敬业了您这个。那可不是演员嘛，说相声嘛。啊，车都扔了。哎，给大伙演出。嗯，正好过来一辆公交车。嗯，我就上去了。哦，旁边有个座。嗯，吧唧，我就坐那儿了。你是摔上去的？我刚坐那儿，过来一大姐。哦，跟我聊天。嗯，跟我寒暄。寒暄？跟我搭讪。还搭讪？孙子，给我起来。嗨，这就不叫搭讪了。嗯，我堂堂七尺男儿啊，能屈能伸。七尺男儿啊，能屈能伸呢。啊，哎，我就站起来了。嗯，是吧？你还这叫能屈能伸啊？刚才我屈着呢，现在我伸起来了。来，哎，这亏得您这么理解了。嗯，我就问他呀。嗯，我说大姐，凭什么让我起来呀？啊，凭什么？嗯，这是我的座儿。哦，我是售票员。您坐人售票员那儿了。好，瘦大姐，哎，您坐。瘦大姐，售票员嘛。那就叫瘦大姐。瘦大姐，您坐这儿。啊，旁边还有一个座儿。哦，吧唧，我就坐那儿了。又摔上去了。又过来一个大姐。嗯，又让我起来。为什么？起来。干嘛？回来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啊，大姐？啊，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啊，你说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座儿。怎么见得？刚才我买票去了。啊，再说了，我怀孕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哦，孕妇是看不出来呀。嗯，看不出来。几个月了？啊，仨钟头了。哎，这，那叫孕妇吗？那个？那可不是孕妇吗？你知道怀上没怀上啊？哎呦，啊，赶紧，哎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嗯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危险危险。是。哎，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？嗯，没有。嗯，这大姐从兜里掏出一个湿纸巾来，干嘛呀？心相印的。哎，你说这，别提了。跟那擦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擦什么？擦那个座位。他什么意思？就是嫌你脏呗，还能什么意思？嫌我脏，各位啊！我新换的裤衩啊。嗨，提这干嘛？嫌我脏？不是，你就穿着裤衩出来的是怎么？怎么了？你提着啊？真的呀？我那裤子不是着了吗？你坐到手刹上了是吗？
连裤衩都点着了，您这裤衩没着啊，裤子着了啊，我脱得快呀，汗毛都没了。哎，加手刹加的还真紧，您这个。你说你擦完坐那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嗯，又掏出一个干纸巾来，嗯，舒洁的，哎，这老有这牌子，接着擦啊，擦完这才坐下，多气人，多气人，瞧不起人是不是？干嘛生这么大气？谁成想这大姐刚坐下，嗯，出了一个虚功。什么叫虚功？文言文就是放了一个屁。孙子，上边那才是文言文呢，知道吗？这咱得说两句了啊，不说两句不合适了啊，你得说说他。我说大姐啊，真好干净啊。怎么呢？擦两遍不行啊，还吹吹啊，吹你的吧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给大伙唱一个吧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。喜欢唱。嗯，《五环之歌》这首歌呢，其实成名了已经很长时间了。这首歌是我的原创。哦，自己写的。嗯。我知道这么说有些不要脸啊。前几天我在春晚的后台，我碰上这个蒋大为老师了。哦。而感谢您，您的《牡丹之歌》。促成了我这么一段美好的姻缘，因为改编自这个《牡丹之歌》嘛。那倒是。五环之歌。嗯。他说：“嗨，没事儿，早我就听说这个五环之歌了。”哦。没关系，随便唱。嗯。啊，反倒让我这歌特别火。嚯！我说那就行。嗯。他说也给我带来一些困扰。怎么呢？我在演唱会上唱这个《牡丹之歌》的时候，台底下跟着我唱全是五环之歌。这比他那还普及呢。对，我比较郁闷，我说跟您抱歉。他说没事，随便唱。我后来我们就那个随便唱啊。之前我唱的时候，你是之后随便唱的吗？之前也随便唱了，多新鲜的。哎，这个好听不好听，各位担待着听。五环之歌唱给大家。好，来。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啊，五环。还有这毛病呢，你这。我是有点不要脸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。我发现一个情况啊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啊，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，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。嗨，谁也别笑话谁啊，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。再来一回啊。要了命了。二楼的朋友，后面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你们。行了。你会哇，蒋大为。我以为那疯了一个。谢谢大伙能够认可我这首歌啊。谁认可啊你？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唱一个歌曲，《青藏高原》，唱给大家。是谁的？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哪儿就张嘴就唱？什么呀？张嘴就唱啊？怎么了？我拦着你是为你好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不是啊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要疯，我看这是。我要疯，我开心呢。你开心，你别这照顾点自个儿。是谁？别唱了，你干什么？我拦你一下，为你好嘛，没。您说，您说。
青藏高原啊，本身就是女生的歌，对，女生唱比男生就高着八度呢。对呀、啊，您现在唱青藏高原，拿起嘴来就唱，前边没事，后面那高腔到后边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您多虑了，是吗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。哎，这嗨，是谁留下？这也是我的成名曲吗？不废话了，直接高腔了 啊！真的？哎，好啊！你要买的什么乱七八糟？哦，对不起，唱错了，唱错了。啊，你把那个舞台上的带到这儿来了。最近可能看电影看多了。哎呀，别提这。亚麻索、嗯，亚麻索也不像话。阿拉蕾。哎嗨，亚拉索。对。你阿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谢谢。于老师，于老师来一个吧。我别来了，我今儿驻场，拿多一半钱不合适。于老师，今天要这钱我不要了。真唱啊？啊？怎么那么些礼物？一无所有啊？行。崔健的哈，一无所有，咱们唱几句啊，唱几句。我曾经奔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。你何时跟我走？唱得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捧我了，捧我了。再来一个。好嘞。哎，你这钱还要吧？要吧？我还累傻小子呢，是怎么着？好吧，我给大伙唱一个啊。哎。送行了哈，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赌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原来就是悠悠，谁嘿嘿来的、没喝喝就行了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
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看谁累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